婉容见过各位师兄。他微微一笑，轻身行了一礼。哈哈哈哈，不用多礼，不用多礼，我们是奉师命过来给上官师妹送贺礼的，然后想着上官师妹也应该要出来了，便在这里等了一下，就为了见见上官师妹。上官师妹也确实没有让我们失望啊，不仅容颜气质出色，就是天赋也是绝佳的。三阳师叔真是收了个好弟子啊。师兄过誉了。师尊，听大师兄说师尊有事要吩咐，不知是何事？是这样的，婉容，你如今已经进入元婴，成为元婴修士了，你本身炼丹术也不错，因此为师打算让你出门历练一番，到外面长长见识，顺便帮为师寻寻有没有五彩金边莲这味灵药。师尊要让弟子出门历练，同时寻找五彩金边莲，自他带他回来后就不肯让他出宗门，如今怎么会想到让他出去寻找那一味什么五彩金边莲灵药？他到底在打着什么主意？师尊，若是让师妹外出历练的话，弟子愿意同行，小师妹毕竟经验尚浅，有弟子们在身边也能有个照应，你们几个为师另有安排，你们师妹出去历练，你们也不能闲着。说着他看向上官婉容，为师让你出宗历练，你觉得如何？上官婉容看着他沉思了一会儿，徒儿听从师尊安排。那好，你就回去收拾一下，明天就出发吧。听到明天就出发，段慕白目光一缩，张了张口想说些什么，却见上官婉容已经应了声是，行了一礼，先行退一下。那我们也告辞了，还得回去回禀我们师尊呢。其他峰的弟子也拱手告辞，相继离开，最后也就剩下段慕白几人。师尊，不知需要我们做什么？这段时间为师要闭关炼丹，第九峰禁止任何人进入，三阳峰里头的事情交由你们几个看管，不要让弟子们乱了套。另外如果有什么重大事情，就由慕白处理。记住了，为师这次炼丹极为重要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得上第九峰打扰为师。是，徒儿谨遵师宗吩咐。